这是今日头条里的婆婆妈妈的，你看，他说一个家庭里啊，有一个老大啊，老大哥不孝顺父母啊，不给父母花钱，却总是在家族群里吃吃喝喝、吃喝玩乐的照片，这是什么心理呢？然后有一个局族的朋友说，他就是个人渣啊，不孝顺父母，不给父母花钱，还在家族群里面晒自己吃喝玩乐，明摆着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孝之子，显摆自己的无知，不知道孝敬父母，是个蠢货。他把这个蠢呢写成一个纯洁的那个蠢，是个蠢货。哎呦，这大思想家们，天哪，都跟我差不多了呢。他是个文盲。嗯？他是个文盲。不存在的文盲不文盲的，就是存在认真不认真。我就是个不认真的，我也没办法笑话别人。这里大山子里走出来的人说，不孝敬父母还晒吃喝玩乐的视频，那就是没心没肺、狼心狗肺的人呗。我娘家大哥就是这样的，好在我们这些个小弟弟、小姐姐们都不和他一般见识。孝敬父母是自己的心意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好的传统是一辈辈传下来的，你这辈子不孝敬老人，你想让你的儿女孝敬你啊，好像很难。我的娘家大哥都70了，还在自己奋斗，那没办法，自己走的路。啥意思？没有文化呀。这样的人就是人渣啊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感恩。这些个哎，我就不读了吧，反正这些个看法我都是存疑的。比方说，我为什么孝敬我的父母，是为了将来我的孩子孝敬我。这个你也不能说他这个想法错，他毕竟是个生意嘛，是吧？生意就是公平的，是吧？你愿意这样交易，可是那个儿女愿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交易，你的父母愿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交易，这个都是一头雾水的事儿，是吧？他为什么这个大哥这个就是对别人好，反而对自己父母不好呢？这里有可能是父母造成的原因啊。他就对别人好，恰恰对自己的父母不好，来做了一道证明题啊，两个人不好，我的父母是不好的人，他才要做这样的证明题，羞辱他。那个责任可能还真的是跟他的父母有一定的关系，但这样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性的问题，也不是个家庭的问题，它是个社会问题。有一个70-80岁的老奶奶坐孙子的汽车，咔停下了，临下车多少钱？他孙子说啥意思？哎，我给你车费钱呢。他孙子说：“算了吧，你有几个钱呢？或者这个需要不多少钱？或者说咱两个人还提钱不钱的，你合适吗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看不起我，我有退休金，对吧？首先这是一个问题吧，啊，我有退休金，然后说你必须得收我钱，是吧？你不收我钱，以后我不搭你的顺风车了。”他的孙子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给我吧，啊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了，是吧？”你就说这个老奶奶没有人情世故，不爱自己的孙子，没有感情，冷漠，就真的是不一定的。第一个，有社会福利，保障他的情感自由表达，是吧？你没有这个社会福利，你换成了这个朝鲜的一个80岁的老奶奶，她没拿不出钱来给支付这个油钱，但说他孙子可能也没车可开，是吧？第二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教练孙子认识边界的问题，就是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一个人认有边界认识才非常重要的。一个人他没有边界认识，活30岁啊跟活83岁啊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问题，他给自己带来痛苦，他给别人也带来痛苦啊。所以说这老奶奶
他有责任，我觉得我要理解老奶奶，他有责任要训练他孙子对边界的认识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是吧？我们有这个认识以后呢，我们再谈，是吧？你对谁好一点，或者对谁呢？好不好是你的权利，你的人权啊，我愿意好就好，不愿意好就不好。这里头为什么讲这么多的孝顺孝顺的问题呢？都是刘强东跟马云给中的毒嘛，是吧？给你给他搬了一辈子砖，是吧？他那天天给你鼓吹，先给你鼓吹是什么呢？先给你鼓吹是先得有事业才能有生活啊，先有公司后有家。马云、刘强东他们鼓吹996不就鼓吹这一套吗？啊，你先得为公司奋斗，你还没奋斗呢，你看我们这么有钱。我们都是996，我们比996还厉害，我们甚至999奋斗出来的。你们一穷二白的，你们还不想996。所以说你们得先奋斗啊，先有公司后才有家。这套东西在有的地方根本就不是这样说的，是吧？这样的地方会打跑他的，是吧？在工会强大的那个地方啊。什么呀，是吧？你违法了，是吧？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去欧洲啊，愿意去英国啊，愿意去美国，受尊重嘛，是吧？不给你这个搅浑水嘛，脑子里法律严禁你搅浑水，当然也有了，像马斯克这样的。为什么他有实力搅浑水？因为他不在海外建了有工厂嘛，你这里不行，我去那里搅浑水去，啊。就是工作的时候，等工作了完了以后成药渣了，就跟你讲孝顺的问题了，啊，就不跟你讲什么先公司后家庭了，给你讲孝顺最高，孝顺最大，以血亲剥夺人的自由，是吧？那就是很简单嘛，你只认识在地之父了，在天之父在哪里，你全都看不见了，是吧？没有自由了。所以说用两次这个错位啊，一次呢是谈所谓的社会最大，一次呢就谈所谓的你个人最大，都是压迫你，给脑子里的灌水，要警惕了。孝顺孝顺这个问题就少谈一点，是吧？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，如果大家都有了这个足够的福利保障的人都孝顺，没有不孝顺的人。它是一种自然情感，你有你有，别人就不需要啊！你非得在这方面找高贵干啥？你去别的地方去找高贵，说你在自由、你在善良那里去找，不要这种依赖在这种非常让人给你中毒的这个道德里找高尚啊，找自由，这不是自由，它是对你是个压迫的。